金块传说炸了。我们今天哈是举办第三场的金块传说会员暨工商交流联谊会的讲座茶会。那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个博恩生技张世雄总经理，也是台中市工这个彰化同乡会的理事长，来这个专门为我们演讲这个五行养生的一个健康之道。那我想我们金块传说所推动的一个理念就是天然健康养生乐活爱环保爱地球的商品，那我们希望所有的这个会员也好，非会员来也好，也有所有的大众都能够来使用天然健康养生的产品，那我们一起来共同推动。那当然金块传说主轴是以零售团购会员制的模式，让我们会员享受到这个市场价格的5折到6折的一个价格，那能够吃到好的产品，也吃到便宜的产品，那我们这个部分是每年都要低销6000块，等于是每年都要续约，我想这个部分是长期培养我们金块传说的忠诚粉丝，让我们所有的产品能够普罗一大众，能推广一大众，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的理念。今天要谈的大概在五行养生以及一些用在我们生活包括事业上的一些经验的分享，我就是要把这几年的经验分享给大家。也许每个人都有各个的领域的专长，但是呢，精华所有浓缩精华，就今天来分享短短一个小时间分享给我们的好朋友，包括从大陆那边教书到从事生技在职业中医各方面的理论然后养生以及我们的事业体，养生跟事业就有现在关系，所以今天的主题其实范围很广，但是会把所有精华浓缩给大家来分享，这是一个怎么讲，我们有缘大家能够有在一起能够分享，彼此分享各互为贵人，大家一起来共享这次这个讲座的活动，感谢你，谢谢。对，我今天分享的最主要是在疫情后免疫系统跟抗衰老这个的保健，因为保健从最早的一个营养的补充，一直到现在第五代已经进入了跟基因相关的一个复活素。那最主要就是后疫情时代的时候，大家找到抗衰老不找到免疫，最主要都是以发炎为主，增强体质跟抵抗力。那抗衰老这件事情是因为细胞的问题，从发炎衰老一直到衰退，这些都跟免疫形成很息息相关的这个问题。那很高兴就是我们的那个蜜之蜜 NADH， 因为它是从诺加因子提升再增加一个氢，带动它的 ATP 的一个能量，让我们的细胞活化激活细胞。那但是呢，因为很高兴的是很荣耀，我们去年得到了全世界的一个生医科技奖的优良厂商，今年再度获得国家品质的金牌奖。那在原物料成效实验室以及它的整个市场上的一个回馈非常的良好，就是我们在这里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好，已经被证实 NADH 是一个最强的一个辅酶，它在整个转换能量的提供上面有很大的一个功效，所以我们不只提供营养素，还要提供燃料。营养素燃料就是细胞最需要的，谢谢。今天我想要谈的是超微细小分子水，也是国内在饮用水里面它唯一可以让细胞完全吸收的水，因为这超微细小分子水里面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钙、镁、钠、钾、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最主要它是超微细小分子水，因为它的最小单位是44.98赫兹，在国内算是非常非常低的，重点是公司还拿到了国内的第一张发明专利，最近在3月8号也同时荣获了大陆政府颁给政府我们公司的一张北京政府的超微细小分子发明专利。待会我就好好的想要跟所有的会员去讲说超微细小分子对人体最大的乐趣以及最大的吸收在什么地方。第一个就是它很好吸收，而且很容易排泄体内多余的废弃物，重点是我们细胞里面的所有矿物质借由水
都可以去完全吸收，这是人体每天都必须要的，而不需要去借由所谓的食物，因为食物里面有过多的确定因素，就所谓的成长激素，还有所谓的农药残留，这对我们的身体器官是非常大的一个负担。若是每天能这样饮用我们的超维系小分子水，相信每个人的身体都会让细胞活化，身体会趋向于健健康康。谢谢。好，开始。好 ，OK， 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跟介绍大家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个爱尔兰专利的一个蝴蝶杯。那蝴蝶杯呢本身的一个特性就是杯身、杯套跟杯盖呢是三合一合在一起。那我们绿环这边呢特别把它使用我们的专利的 HCB 水性树脂的树脂的一个涂层呢在里面，所以杯子使用后呢这样也是可以跟我们一般纸类一样完全做回收。那当然我们在台湾目前在市面上是还没有面世，那我们这边呢也开放机会呢让大家呢能够来参与生产，那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跟我们这边做联系，让为我们这个地球尽一份环保的心力，希望大家一起来。谢谢。爱地球的产品销售模式有零售、团购、会员制，加入会员入会费只要2000元，终身只缴一次，赠送价格1000元以上的公司产品四选一，会员每年需消费尽快传说产品6000元以上，一年一元，每年可再续约，会员消费达12万元以上，享有5%的回馈金，加入会员消费累积达24万元，即可晋升为永久会员，介绍新会员有500元津贴，消费部分有5%奖金，消费愈多领愈多，加入会员要快哦。尽快传输总部，每2个月会举办会员茶会或餐会讲座，以及跨业工商交流联谊会、摸彩活动，也会举办旅游自强活动及企业参访活动。以上活动费用自付。尽快传输产品。